刀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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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好吗？看，40块，40美换100美。我的喵啥小啦 ？Hello， 大家好 ，Skin Club 过来啊！Skin Club 呢是我们 CS2 的开箱网站。那这个开箱网站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它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平台。你可以在各大的 CS 赛场上都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哦。那它提供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箱子，然后有特殊的玩法，然后可以给大家做选择。你如果是抽腻了我们官方的箱子，那当然你可以来选择我们 Skin Club， 里面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选择让你做游玩。那大家玩的时候呢，也切记就是拿一些零用钱出来玩就好，不要上头。基本上所有 CS2 官方出的皮肤呢，里面都有。那 Skin Club 呢，它也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充值的方式，例如说信用卡、银联卡，或者是 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，那都是它的充值的方式哦。那你充值之后呢，也不忘好不好登录一下我的连结，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些优惠。那大家可以来小小试试看自己的手气 ，OK， 我们开始喽。看大家都出 AK 啊 ，M4 应该是我的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还要3块啊？真的还假的？换这个，换这个，这个10块的。哇，这个九头蛇吗？还有艾希西莫夫 LP， 艾希莫夫 LP， 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 skin， 希望可以抽到。都都都都都都再次再次，艾希西艾希西莫夫，艾希西，怎么跑过头了呀？就是你进来可以先看它里面有什么了，然后你先看一下价钱，价格如果你觉得 OK， 那进来抽啊，那就是你可以先看一下里面会出什么东西。像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一个的，这个匕首。折叠刀感觉不错哈，试试看 ，Go！ 来，回去！为什么是这个啊？好歹牙签刀也不错啊，个人觉得牙签刀也蛮帅气的。哇，这箱子是感觉超超呢。手气不太好哎，箱子臭臭的呢，试试看。这啥呀 ？M4 不错，这个就真的是终极以小博大就对了。要么就是2块钱买到很便宜的东西，要么就是拿到刀子哦。那我去抽5个试试看。博刀子，博刀子，刀子感觉蛮多的哎。喂，我来看看要花多少才有办法抽到。继续。来。刀子给我好吗？有嘞，看我花多少？40吗？40块，40美换100美。看这个投资报酬率，感觉还行呢。那再一个会不会又一个？干这爽哎、欸！开，我想说开这个就好啦，就在那边10块10块丢。还有机会吗？没有在天天过年的啦，最后一个。还有你天天过年哦、喔，想连续抽到刀子2次。
包包等去困啊，会不会有？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想太多，感觉我超亏的啦！走了，过去。嘎！啊？这个怎么那么贵？我的天，这个要56块，小小赚小赚呢。Battle 是我们升级物品的来源哦，用 Battle 来拿东西，然后就可以狂升级这个 update 系统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这一般的，这一般的，谁多谁赢？这次会换我多了吧？多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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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一点。哎，不对哦，不对哦，怪怪的哦，完蛋了！啊，幸好一块，还有的拼，还有的拼。完了，我都抽到这么烂的，感觉会输哎。啊！我又输了，还是我们升级系统好啊？刚有小赢一把，有很多这个这种 skin， 基本上你也不会想拿到场上用啊。63发会过，冲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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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稳过的，稳过的，稳过的。过几拜，过几拜，过几拜拜，找看有没有更高一点的，找那种62、63的，这个，慢慢升，慢慢升，完全不着急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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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当然也可以很上头。这个一定会过的啦，这个那么丑的 skin。喂，停！拱妹妹，拱妹妹，拱妹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就说吧，一定会过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破百美就比较难那个了。63%是最稳定的选择，62.8%应该有机会。Nice. 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停手了。当然，你如果觉得你心脏够大颗，你可以再继续嘎进去，但我会选择停手。那大家记得在你储值的时候呢，可以输入我的优惠码，会有一些更好的一些优惠。那祝大家可以在 Skin Club 上面拿到自己想要的 Skin，OK？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大家晚安，再见。